都搁这儿吧，都是我的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都是我的，哎、谢谢于老，于老不要，都搁这儿吧。哎，谢谢，谢谢，哎，好，谢谢，得嘞，放这儿吧，谢谢放这儿吧，孩子 啊，谢谢啊，嗯，好，快回去吧，座儿丢了，快点，嗯嗯，哎，照相那照完了没有？哎，行了，快回去吧啊、哎，可以了，哎呀，越说越来劲儿，这俩人啊，行，好了，放这儿吧，哎哎哎，这哎呦，这是什么吃不了的给我拿来了？好，我听见了，听见了啊！好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好，还有没有？啊、行了，你说相声，家里边要是有一小铺，我跟你说啊，上货的问题都能解决了啊。杂货铺什么都有。嗯，谢谢各位，您来就来了，您花钱捧我们，嗯、您再买东西，我是真不落人。是啊，又何况您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啊。嘿，有一种东西叫转账，你们知道行了，还不知足呢，您啊。刚才是陶阳啊和杨进明他们两位说了相声、啊、是杨进明是说相声的老先生了，对了、啊、这个我们打小就认识啊，这一晃也半辈子了，可不嘛、啊、陶阳呢也是我徒弟，也是我干儿子，对啊，当年管他叫京剧神童啊，小孩儿呢这么大就开始在家里一块长大，嗯，跟郭麒麟他们边上边下，对，所以今天跟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啊，我是很开心、哎、等会儿等会儿，很开心，没有这么说话的，怎么了、嗯、你这把我也说进去了，你跟他们不一样，多新鲜呢，他是干的，对，我是亲的是吗？我要批评您，这么大岁数老在伦理上找一些个包袱不好，这好搁到我身上，不要指望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的、哎、我也得要 啊， 啊，好，谢谢大伙儿的鼓励和支持，嗯，人就得这样，听听相声有好处，怎么你看人得找痛快呀、啊、高兴，哪有找不痛快的呀，找别扭，你要想找不痛快也有办法，哦，有什么办法，想一天不痛快，嗯，多吃一碗饭，多吃碗饭，哎呀，想了难受，胃口不舒服，哦，撑的不舒服，哎、嗯、要想一晚上不痛快呀、啊、怎么办呢，多喝一杯酒，多喝点酒，半斤的量喝一斤、哦、闹腾一晚上，喝多了难受、嗯、啊，要想说一个月不痛快呢，有吗，买双小一点的鞋，穿小鞋儿，哎，你42号脚，嗯，你来双40的，哎，嚯啊，嗯，前着走磨着脚都破了，那太难受，一个月之后一截肢算好了，那是好了，嗯，要想一辈子不痛快呢，这个娶俩媳妇儿，好家伙、啊、精神打架了，那可不是得打吗，要想天天痛快怎么样，听相声，哎，对，哎，来的这些位，嗯，都是明白人，都会活着，哎，尤其这种商演，啊，其实不容易，啊，这个怎么不容易啊？你任何一种艺术形式，只要观众打口袋里真金白银掏钱了，嗯，你就不能骗他，怎么都不能骗人嘛？你看这个跟八宝山曲艺团那个不一样啊，对，别提这个，他送鸡蛋。没有八宝山曲艺团送鸡蛋是吧，啊，这儿没有鸡蛋，对、啊、您来这也不是买鸡蛋来的，嗯，就得有正经的玩意儿，哎，听玩意儿，骗人不行，因为尤其这种商演，嗯，这是不可控制的，哟，这怎么叫不可控制呢，你看北京这北展啊，啊，3000人以内，对，这就2700，现在我们演习惯了，嗯，就觉得这个大小挺舒服，对啊，最多的时候你像去年上海这梅奔、嗯啊，梅赛德斯奔驰那剧场那体育馆吧，嗯，坐了20000多人，对，最后一排离着我一站地，反正是不近，真的、啊、要从我这儿到最后一排，我要骑自行车过去，啊，3天我也到不了，骑得太慢，不是，他有个2楼、嗯、哎，这嗨，上不去，对呀、啊，哎，那个你怎么干？这最后一排人都不知你是谁，嗯，你也得演，对，但是人家花钱来了，这个东西很难骗人，没错。他不像电视台录节目，录节目怎么了？录节目那个就简单了，嗯，我们比如说弄一个晚会，哦，哎，这个八宝山之夜，这我们团组织的啊，需要一段相声，啊，那好啊，现场观众找一个，啊，大爷您说个相声吧，哦，大爷说我迷路了，啊，好，就是你，迷路了就是他，反正你也回不去家了是吧？对，说完就烧啊，对。算你一个，啊，就有老头一个。我们已经
捕获了一名相声演员。哎，好，逮着的。再问门口保安啊，你这个年轻，你可以，你算一个。哦，这俩人穿着大褂，搁在电视台那棚里边站在那儿。啊，你不用一块把词儿背下来，一人一句就行。一人一句，预备开始，来说说这句。好，来这个你来一句。啊，这叫分期。哎，完事拼在一块儿。嗯，再组织400观众，关到棚里边，一人给盒盒饭。啊，赶紧吃吃。哎，反正走不了啊。啊，对，那倒吃完了，鼓掌。来，像傻子一样乐，大伙儿乐，把这几个画面组合了一块儿，嗯，底下一出字幕，嗯，八宝山曲艺团国家一级演员，嗯，相声表演艺术家王大爷赵宝安。哎，好，怎么没名儿？你这个一放出去，你就会认为哦，这俩笑星，哦，这就艺术家。所以说，您就记住了，嗯，只要是人可以控制的东西，它就简单。哦，这就是能控制的，这个简单。相声大赛。那个的也能控制，我攥着个一等奖，这一等奖是给他，是给他，哦，给谁都行啊，是给王大爷，是给赵宝安，哦，还是取的。哎呀，这俩人不行，后边都有人，这俩人不能得罪。得了，给那哑巴吧。对，给哑巴了，哑巴拿个一等奖。呵，你瞧瞧啊，完事就跟杨金明他闺女结婚去了。哎，好嘛，哎，人为可以控制，这也能控制。你包括演员评级。级别的事儿，那就是团长一句话，给谁不给谁一样，他说就管用。你这都算上，你不光也说相声的、唱戏、唱大鼓、演电影的，评级都是这么回事。怎么？比如说您是一个电影演员，哦，我影视演员。你好比你是一个日本的电影演员，好吧？你叫出国了，哎，啊，很好啊，你们公司力捧你啊，那就给我什么奖？你们要评级了。啊，这行，电影要评一个三级的演员，嗯，是评演员是评电影啊？评演电影的演员，嗯，啊，评演员就好办。你们单位领导手里攥着那个三级演员，要考虑呗。这是给于谦还是给苍井空？对，这俩人谁对我有用处？那苍井空对你有用处，嗯。所以说这个就很简单，玩一样。可不是吗？给你给他，这个不重要，也能控制，都是人为可以控制的。哦，唯独这个商演，就这种，你慢说今天这个，咱们说梅奔卖20000多张票，嗯，你就说今天2700人啊，嗯，2700人，咱俩再厉害，咱家也没有这么些亲戚，对不对？就全凭亲戚。嗯，您各位这是捧我们啊，嗯，这是捧我们，但实话实说，这个就真得凭能耐，是来不得半点虚假。那是为什么管观众叫衣食父母呢？啊，指着您吃，您的每一张票我们拿回去养家糊口，嗯，这个钱拿回来给我媳妇儿，给他媳妇儿一份，我媳妇儿用不着你，打今儿起不给了。废话，以前也没给过呀，以前还回来啊，所以说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这对。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哎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尊重观众，这是应该的。你拿人钱了，嗯，对吧？你看我上台，嗯，我连手表都不能戴啊。我们有这规矩，尊重观众。这就是尊重观众吗？我给徒弟们上课也是穿大褂，谁也不许戴手表。哎，这是因为什么呀？你看哪个说相声穿一大褂一上台晃这大金表？没有，血外行。这血外行，大动脉上的血外行。好家伙，血太多了啊！你一晃这大金表，怎么？观众看看票，看看你的表，嗯，看看票，看看表，嗯，那都我给他买的。那他这么想。女演员可以啊，女孩怎么行呢？大姑娘上台穿个旗袍，嗯，高跟鞋嘚儿哒嘚儿哒的，嗯，金银首饰、珠宝玉翠带一身，站台上啊，五光十色，啊，观众看看人，看看票，看看人，看看票，嗯，这都我给他买的，嘿嘿，好家伙，这时候他这么想了，我们这个说相声怎么那么活该死呢？带块表都不容易啊，啊真不行。所以说艺术很简单，但是把它做好了很难，这是讲究的东西。尤其说相声其实是有窍门的，这也有窍门，雅俗共赏。哎，我们经常说这四个字，雅要雅的那么俗，俗要俗的那么雅，嗯，辩证关系。单纯的雅和俗不像话，
都不行吗？你要雅，你还雅得过昆曲吗？哎，昆曲是很雅气。清朝的时候，清政府，嗯，大清王朝就把这昆曲当成当时的国粹。是啊，那会儿来说写进法律了都。法律，地方戏演员进北京，当时就得拿绳子捆上，不许唱。问你改不改昆曲？不改昆曲，哦，捆好了送回原籍，发回去就不允许再干这行了。这王道啊，你想？那是到那个程度。当然，他那个王法也是随时可以调整的。还调了？过了两年，乾隆过生日，嗯，这条王法划掉了，改了，嗯，欢迎所有的地方戏演员进北京给皇上过生日。你瞧，你说天下的事有的时候跟相声是一样的。嗯，地方戏进了北京，团结在一块儿，打败了昆曲，才有了京剧。哦，天下的事就是这么简单，斗争出来。这在中国戏剧史上叫花雅之争。哦，就说的是这件事。一共三次，花雅之争。嗯，有清政府的支持，昆曲都没有坚持到最后。嗯，他才有的京剧。哦，昆曲太雅了，是每一句唱词都是有典故的，引经据典。念经的举子，那个赶考的秀才们。抱着二十四史，捧着康熙词典才能听昆曲，你看看，压到头了。嗯，所以到民国就卖不出票去了，就没人懂了。好，听场戏比种地还累。是，花钱的怎么这么该死呢？啊，这东西他没有办法。嗯，所以说太雅不行，这倒是。太俗也不行，太俗也不行吗？于老师一上台就把裤子脱了，好家伙，那谁看的那个？嗯。这都是您打澡堂子带来的吗？你们这欣赏能力有待提高。你们这个不怎么样，什么都看呢。所以说太俗不行，嗯，太雅也不行，是只能是雅俗共赏。怎么才能做到雅俗共赏呢？于老师脱了裤子唱昆曲。哎，还没忘这茬儿呢。我来这个就更没人看昆曲了。所以我们这行不容易，你听那儿一姑娘喊吗？加钱，加哈、啊！我们只卖艺啊。所以说这行也容易，嗯，也不容易。是，而且这个玩意儿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。哦，你永远不要说指望谁跟谁，大伙儿想法都一样，很难、嗯、啊。这个为什么叫文无第一呢？对呀、啊，你说艺术类的东西，永远评不出真正的第一来。艺术类的不好评吗？你爱听相声，他爱听看这个交响乐。嗯，你说这俩之间谁是真正的第一？这没法说，评不出来啊。嗯，文无第一。哦，你喜欢的就好。嗯，武无第二，这个能评。武的体育类的一定有真正第一，能评出来。咱俩从这儿跑到那门那儿去。啊，我跑了一个，比如说一分四十五秒。哦，哎，你跑一七天。对、啊，裁判们就来了。啊，干嘛来了？那就看看这人到底为什么啊。那还为什么就轮椅坏了呗？那我从这儿跑那儿跑七天，武无第二啊！是能比出来？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必要。哎呀，我爱听相声，张三就比李四好，李四不是王五，没有意义啊！这不好说，那都是那叫抬杠，嗯啊！所以就您就记住，就这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了啊！只要我喜欢，嗯，我管他谁媳妇儿去。对，这叫什么话呀？什么意思啊？您这相声是四门功课啊，脱鞋就唱，脱鞋唱，说学逗唱，说学逗唱。嗯，这里边涉及到唱的是两门功课。嗯，哪两门？一个是学，一个是唱。那怎么说呢？唱指的是太平歌词。嗯，有人说那人家那台上唱京剧不是唱吗？嗯，唱歌不是唱吗？唱大鼓不是唱吗？你别抬杠啊，那叫学啊，在我们这儿说应该叫学。你说相声站台上唱一京剧，你是不是学唱京剧？嗯，人家有京剧院呢。哎，你唱一评戏，人是不是有评剧团？嗯，你唱一大鼓，是不是有曲艺团？对，曲艺团有八宝山曲艺团是吧？别提这个，别提这个。所以说那个有专业干这个的啊，你说相声在台上唱，那就是学。是，但唯独太平歌词，嗯，是说相声本门的唱。这是本功了。小的时候于老师为了唱太平歌词啊，在太平间住了半年。好家伙，我就那儿学出来的。唱完了还喊呢啊、哦、不服的坐起来。好家伙、啊、你坐起来我就服。嗯，那坐起来你就躺下了。对，彻底服了。那是唱几句太平歌词、嗯、您尝一尝。哦，好，
看一什么呀？骷髅菜，啊，叫小帆，哎，终于有一外行了啊！你这说太平歌词，他那说京剧啊！我发现你们这么爱听骷髅菜呢，每次演出都是啊啊！行，喜欢骷髅菜的朋友们算来着了。哦，我给你们唱几句单刀会。嘿哈，您这摸不准您脾气。你糊涂，这就是心理学啊！你让他猜着了，下回就不买票了。嗨。您就唱，这就跟观众坐底搭下茬似的。嗯，这就看演员水平高低了。嗯，你说来说去，说来说去，你铺了好半天，要翻包袱了，那观众要猜出来了，汤一说你就死了。那是这包袱就不响了，他就露脸了。他露脸了。他一般都是小小子，哎，爱搭下茬，带着一姑娘啊，你看看我，哎嗨，显摆。我有时候站台上就看这俩人，小小子小姑娘挺好看，我就愿意配合。哦，哎，往他嘴里给他递两句，让他俩人好好的。嗯。我一看这俩人长得跟踩过似的啊！我这一句话我就囊死你，我告诉你。嗯，唱几句单刀会，您各位尝尝啊。好，嗯、来，东走扶灵，下行船，鲁子敬摆酒宴，约请圣贤，那胆大。黄文罢书下，下至在荆州地关羽的帐前，有关平接书关公看，那朗朗言辞写在了上边，上写着鲁肃蹲守拜，拜上了亭后的虎架前，我在江边设摆一小宴，那约请亭后来在了这边，你若是来，你是真君子，若不来怎称三国的将魁元。关云长看罢了冲冲怒，骂了声则子，你叫玉谦狗奸则在你师父石富宽，别唱了，哪只要折对，您就敢往出唱是吗？你要不拦着，能唱到明天去啊！好家伙，这是说相声必须要会的。哎，太平歌词，这叫太平歌词。嗯，除了这个之外，再唱什么？嗯，是说学逗唱的学，没错啊。嗯，这个于老师在这方面是佼佼者。哎，怎么不我是佼佼者？真的太不敢当了。哎喂，哎。好多人就愿意喊让于老师学猫叫啊，我只能说你们来晚了啊。于老师生前特别愿意这个生前呢，像去年过生日之前，那会儿还唱，后来他说了岁数太大了，唱完不好听，就是也确实，他唱完了之后到后台，孩子们拿着开玩笑，都说他是老骚猫，知道吗？这个不是这岁数唱。于老师发誓，我不能再唱了。嗯，我说你唱其实挺好，观众也喜欢，但是一直都不唱。后来他媳妇跟我说，别让他唱啊。哎，行，不唱不唱。嘿哈，你不知道听谁的啊？不唱不唱。但是于老师唱戏还是挺好的，戏也是。哎，于老师唱评戏唱的这份的啊。嗨，你看我们热心观众一窜动就有啊。于老师唱那现代戏，那个刘巧唱的可好了。一句半句，哎，你跟那个刘巧赵柱俩人对唱那个，于老师一人就唱得很好，一人唱得很好。您别来这套，您要是想让我唱没关系，各位想听我也就会几句，我们俩人一块唱一个，可以，好吧？我给于老师帮个忙，好吧？我搭架，就听听于老师这几句，太棒了啊！主要听您的。一见大婶扬长去。柱儿心中暗着急，悔不该做事太无礼，悔不该对人瞎猜疑，走上前叫巧儿，我对不起你。咱们俩谁跟谁，何必太客气，王寿昌明天他要把我娶，咱到村子里头解决问题，村里头一定是不同意，咱到乡里头解决问题，乡里头还是不同意，
咱到县里头解决问题，县里肯定是不同意。我把你卖到了红灯区，什么词儿啊？您这哪有这词儿啊？没有你这样，你就瞎唱胡编的啊！记不住。你看评剧这个发音位置其实很有特点。怎么叫特点？你要比较，你拿评剧跟河北梆子搁在一块儿，你就发现啊，说相声的不容易了。怎么呢？你唱什么要变换气息、发音的位置，调整这个唇齿喉舌牙。哦，它这个位置很难找。你说跟梆子？跟梆子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河北梆子，你比如说，你就拿河北梆子老生来说吧。老生。女老生和男老生它就不一样。这也两种啊。你看女老生发音调门高啊。高。可说是，哎呦，我的儿啊！那你就看那个位置，不一样，就不一样。主要听位置。这个男老生就是另一回事儿。男老生吗？因为男老生他跟他男女同调嘛。哦，男老生要长时间这么唱，那也活不了，他就得低一点。他很多调门，他就男老生讲究是怎么讲？这叫本公音背公音相结合，什么味儿？其实就是真嗓子假嗓子，他来回的调动，但是这个过渡哎很难，我学一遍啊。啊，对对对，你学这个男老生这个什么味儿？可说是哦，我的儿啊，我也是欠。还有一个这个爷爷骂孙子的不听了，户外不听了，这人一点、啊、一点进步的心都没有。哎，对了、啊、这往下进步呢。我这当然于老师唱的最好的嗯京剧，京剧也不是退太多，真的啊。啊，京剧他们家原来都是那个他父亲他爷爷那会儿都爱唱戏，都爱喜欢。当然他父亲没有了他爷爷也没有了。他爷爷当年是1928年的时候啊，在这个蓟县那儿啊，扛偷棺材的那个。您就别再重复这个。这个说了哈，这说完了都。哦、你爸爸那我说了吗？也说了啊，那是一个活。你这哦，嗯，我给忘了，我给忘了啊。啊，就是他父亲、他爷爷当初都是啊好唱戏，喜欢听。他父亲是北京有名的大嫖友，对，是吧？嫖友。呵，那个别说了，上嫖房，上嫖房没听说过啊？票房大票友啊，玩票吗？那叫、啊、不，我说的您嫖友，因为他父亲是个瓷器的专家。啊、行，您别重啊，那过去了，过去都说完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票友，票友，于老师也爱唱戏啊。那个最近有场演出找我，什么唱戏？不是在咱们这出国演出啊。出国演出唱戏啊？到澳大利亚，澳大利亚那叫澳大利亚。好，你看这儿化音，外国人的儿化音，外国人儿化音，澳大利亚，哎，外国人，澳大利亚，黄金海难，听着够瘆的。哎，黄金海难，你有海难吗？没有，我没赶上。你会有的，哎、别盼着了，啊、别盼着了。到澳大利亚唱戏儿。嗯哦，唱完戏黄金海难咱玩一玩。你瞧，咱们别、啊、咱们听得住。我带你外国人看唱戏。哎，我带你澳大利亚，咱们趟趟水去，好不好？哪儿叫趟趟水去？澳大利亚带你去，连玩带吃，唱戏呀、啊，还管鸡蛋，好不好？咱给外国人送欢笑去了。嘿，八宝山京剧团，咱们行动起来。不是哪团都没关系，我跟着您上那儿唱戏去。去不去吧？去出国的谁不去？这个态度非常好啊，态度非常好、啊。不是您唱什么戏？唱京剧啊，唱京剧。但是外国人成本大套的戏，外国人接受不了。为什么京剧团一出门净是三岔口、金山寺啊，唱个闹天宫？为什么这个呢？啊，外国人瞧不明白。哦、哎，你来个什么大宝国、二进宫啊？你成本的秦香莲，你这一唱，外国人看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外国人呐。啊，这是外边那人啊，外边人干嘛听不懂？所以咱们这个戏要唱的话稍微得调动一下。怎么调？你就跟着我唱就行，到时候我教给你，咱们一去连玩带唱。这我就是跟您玩去了。我挑一出戏我跟你试试好不好？您教教我。这出戏叫做洪阳洞、啊、哦，洪阳洞知道，这叫三星归位。是是是，这是一个喜剧。哦，哎，内容很吉祥，
怎么？就是杨六郎的父亲叫老令公。对，老令公杨继业呢死在两军阵前了。嗯，尸骨呢被北国人带走了啊，哎，装在这个洪阳洞里边。是，哎，杨六郎想他父亲，恨不得把他爸爸弄回来呀。哦，但是也没有棺材，好在他们家存了一个。他爷爷当年呢，我爸爸呀，那怎么这叫老令公？我那也是立着的，是吧？我那个太瓷实了，太瓷实啊。反正就让手底下那兄弟，杨六郎跟前俩哥们儿吗？啊，谁？孟良交赞，这就有。哎，孟良，你去吧，去一趟，把我父亲的尸骨倒回来。啊，倒骨。孟良去，交赞没去，交赞心里别扭。啊，我们哥俩那么好，没让我去呢，后边跟着。没想到到洪阳洞，孟良误会了啊！一斧子给焦赞打死了。哟，一瞧坏了，自己的哥们儿，嗯，一赌气把自个儿也弄死了，自杀。消息传来，杨六郎也病死了。哎呀，也叫三星归位，这个戏就适合春节的时候演，是吧？嗯，这啊，吉祥、嗯，这是吉祥吗？这都死了，干净，干净。这这倒清净了。咱们唱这好不好？这可以呀、啊。咱俩一个唱孟良的，一个唱焦赞的。行，咱就把这精彩的稻谷表演一下，我试试。你如果行的话，咱们就闹得利亚、黄金海难、汤浪水去了。哎呀呵，好吧，这太难说了。连唱喜儿带送鸡蛋，怎么分角啊？那可得意，我来孟良，你来交代啊。咱们这么分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咱们就来这个行路这一场，好吧？去，跟着我，咱们长锤上啊！哎，来，对，哎，这他会，他小管，哎。杠起来去，咚来咣一踩来哐，奇怪秘密摇起那身。丢人不丢人的？怎么了？我还哪儿啊？咱这唱的什么？洪阳洞。对呀、啊，洪阳洞啊。怎么了？你会也是怎么着？我废话，我不会，我听我也听过《洪阳洞》头一是这词儿吗？你说那么老的戏唱，您听这词儿，机关秘密要谨慎。京剧里能出这词儿？你哎，各位您看看，您看看，嘴咧的跟要腹泻似的。不是你太损了，你这怎么？你先说这词儿。咱们上哪儿唱去？我上闹得利亚吗？对呀、啊，啊，这玩意儿，这咱八宝山京剧团，啊，咱们出去、啊、国外演出那能一样吗？你不得改吗？你唱你老词儿，外国人哪听得明白呀、啊？啊，澳大利亚人就这时候入美呀？哎呵，啊，澳大利亚在河北。那、啊、是哈、啊。啊、就得有新词儿啊！啊，就不唱老词儿。第六，那新词儿就是、这个……哎，我这就是机关秘密要谨慎。哦，那我这怎么办呢？你也得改啊！我这词儿，侦探北国走一程。哦，合着我侦探这是？哎，侦探北国走一程。对，记得住吗？我这记得住一遍就行。咱们再来，我听您的，哎、来，可灵了。你教就会，那是来，走、嗯、啊！杠起来去，空嘞哐一踩嘞哐，机关秘密要紧的深，侦探不过走一程。啊，大花脸呢？你不要脸呢？像话吗？您这什么话这叫 啊？像话？上来这怎么大花脸的？这有这词儿吗？那怎么说呀？我孟良，对呀、啊，你交赞，报名啊！你这两国交战，那站着兵呢。外国人一听，哦，来了，这是个署名。这嗨，怎么哪儿这么些外国人呢啊？所以说要改变一下称呼。您是？我是大花脸。那我呢？二花脸呢？啊，大花脸，二花脸、啊哎，记住了吗？这、啊、记住了，一遍就会。不、哦，这个小灵狗啊！走、哎，杠起来去，机关秘密要紧的深，侦探不过走一程。啊，大花脸呢？二花脸呢？来的，我这伙计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打什么嘟噜？您这我问你来了吗？我的伙计啊，打个嘟噜是为了迷惑敌人。这迷惑什么敌人？这北国人一听，我、哦、来了就是个数名。哎呀，所以说我得来的伙计。哦，这么来了、哎、我的伙计。对了，那我说什么？您得说，咱就来的伙计。哎呀呵，哎，我这也够气的。记住了吗？啊，就记住了。再来一回，再来一回吧，小灵狗。来，走啊！杠起来去，机关秘密要紧的深，侦探不过走一程。啊，大花脸呢？二花脸呢？来的，我这伙计。哎呦，我这伙计早就来了啊！
么乱七八糟的，这都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嗯，我来问你，你是谁家的儿子？这不是废话吗？说话呀！废话，我说什么话呀？你，我问你，我是谁家的儿子？对，你谁的儿子？我是我爸爸的儿子呀。说呀。怎么说呀？我一问吧，你谁家的儿子？你就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。这怎么？要不是你就明说。我是。是是。你要又打算赖我，对不对？他废话。少来，我俩了，我可以了。你别说了，那、啊、可以了啊！不是哪是您这戏这么实诚？那当然了啊！啊，你得一定把这词儿记住了啊！我肯定记得住。要了亲命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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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家伙，你以为澳大利亚那么容易去呢？哎，你小心点！哎，更起来些，更起来些，更起来些，更来更一些嘞更。奇观秘密要紧的深，侦探不过走一程啊。大花脸呢，二花脸呢，来的我的伙计，又到这句了啊！嗯、来，哎，伙计，我早得来了我。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来问你，你是谁家的儿子？我是我爸爸的儿子。你可愿意？废话，这是愿意不愿意的事儿吗？这个。愿意不愿意啊？那能不愿意吗？你要不愿意，你就明说。啊，没有，你就别往我身上赖这个。是，哪有没有你的事儿？你可愿意？我问你呢。那我就说愿意吧，这你这一拍胸脯啊，谋刀认了苦。哦，这愿意都不成了。这说认可，认可，认可啊！哦、哎，从报名开始啊！啊，来吧啊！大花脸呢，二花脸呢，来的我的伙计，哎，伙计，我早点来了啊！我来问你，嗯、你是谁家的儿子？我是我爸爸的儿子。你可愿意？嘿，我倒认得苦呀！把你过继我两天，认可不认可？不认可。占便宜，这叫你怎么又不小灵狗了呢？废话，啊，小灵狗不行，我这吃着亏呢。不是，这是哪儿就过去你两？这是故事里边要求的，知道吗？那上面城墙上面站着外国人呢啊！啊，这俩人什么关系？嗯，哦，这俩人像哥们儿。哦，不是，他过继给他了。哦，行了，没事，就这么简单。这外国人怎么那么好事儿啊？这啊。所以到这儿都是为了迷惑敌人，把你过继我两天，认可不认可，这不就假的吗？那我说什么？哎，你得可开心了啊！是吧？谋到认可的不得了啊！我这人太贱了吧！我这来了来不了哈！我倒是行。那来了，咱们就澳大利亚趟了水去了啊！就来这，快来吧，狗哥！哎，不，这还，哎，走啊！杠起来些，杠起来些，杠起来些，空来矿一贼来矿，奇怪秘密要起的深，侦探不过走一程啊！大花脸呢，二花脸呢，来的我的伙计，哎，伙计，我早是来了啊！我来问你，你是谁家的儿子？我是我爸爸的儿子。你可愿意？我倒认可，把你过继我两天，认可不认可？来，快快快点，等不了了，快点！我倒认可的不得了啊！这还罢了。回来！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哪儿走了？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！什么叫非常好、啊？这个就是一个过程啊。啊，那么接下来咱们要猜个谜语了啊！你先等一下。你看着啊，这头像这头，这头像这头，不是你两头像当间。别说了，怎么了？不像话！往下唱啊！往下唱啊！这个就到这儿，因为给外国人演都是简洁版的。你时间太长，外国人看不懂，就到这儿了，就是这一点点片段，完了，那可不就完了呗？啊，好，好，就到这儿了哈。到后边没有剧本了，哎哎，再唱一遍吧，还来呀？来，哎呦呦，你上了瘾了哈、啊！等会儿啊，换一下，我来孟良，
你演交赞，咱们再唱一遍。这可来不了。怎么来不了？你那个词儿我不会。哦，我这词儿你不会，你怎么教我来了你？唱啊，还得唱，必须唱。哎，那行，这你会不会啊？我会呀、啊，来吧，我演孟良啊。哎，跟着我走啊。起来逛，机关秘密要紧的神侦探不，这不还一样吗？这不是，你得张嘴，你不唱我得唱啊！我先唱、啊，过门都到了，你 这过门到我张嘴、啊，再来，机关秘密要紧的神侦探不过走一程啊。大花脸呢？二花脸，这不又回来了吗？这不是，你别老抢行不行？太顺了这词儿 啊！你就听我的，你得快，你不快我就抢过去了啊！我带着再来啊！别抢啊！机关秘密要紧的神侦探不过走一程啊！大花脸呢？二花脸呢？来了我的伙计，伙计我早点来了，我来问你、哦，你是谁家的儿子？我是你爷爷的儿子。你可以，你是愿意的。